大家好，我是大连农大哥，今儿小伟得庆祝一下，我的蜂王弄回来了，青岛蜂王啊，可能大家不知道啥是蜂王，就是蜜蜂的带头的啊，今儿天太热了，也不做饭了，出去搓一顿，搓一顿，小小的搓一顿，搓点面条吧，咱应该学习，走，还有机关啊。好久都没吃饭了，今儿吃了。上桌了，你老的你就在上桌。我这小辈的我都坐在地上。我想吃大肠。想吃大肠，对。弄点大肠，弄点猪蹄。你好吃这火腿儿啊？我特就是爱吃火腿儿。就要荞麦面。对吧？荞麦啊。弄个大肠吧。叫香肠，香肠。不念了。你像个这溜大牌了，你这也做生意，像个这白领，你这也做安排，你个生意，赶紧上来呀！来弄点面条吃着，他可就那么念的，是吧？我说我嘴里有崩虾呀，有崩虾就，哎呦，筷子筷子，我去拿，你看多干净明白，你瞅着。你看四川的呀，跟你那，你说，你也还亲戚？那毛婆的亲戚吗？吃了，有大肠是清朝的，是咱的。清朝吧。清朝不都有点烂的好吃是吧？那现浇烂的，跟往那边吃饭，那不是赚钱吗？你要片儿装肠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这多少块钱？懂。他这字，他那肚子嘛，可浓。当然，你说木竹子是木竹子。哈哈哈哈哈。老板放这。好。那是荞麦面。荞麦面。有鱼了。点走吧。好。到那都是银梅。银梅。好。不知道远吗？好，吃啊！来，这样吃吧。来尝尝香肠。做猪肉不来。这酸菜炒猪皮，吃了猪皮可弹呀。芝麻酱、荞麦、黄瓜。我行了，都翻过来。鱼头也贵吗？虾头不是鱼头。哎，虾头啊，虾头也贵。虾头也管吃，反正我不吐气。不吐哈。老有崩虾，这是养殖的虾，一般的河虾小。这咱哈，这他俩还不如还老亲呢。猪翅，啥是面？面面面还是啥米还是啥？焖面，炝炒面、烩面，有炒烩面，有那个有糊汤面。我吃炒烩面，你呢？都吃弄一份炒烩面，弄两份吧，两份能随我。啊，就中。我们八十九咱就成功了，是吧？一个大肠，你说好啊？不知道大肠了。我这个大肠啊，你吃的哪里？不辣一点吧？你不吃辣椒？不辣不辣不辣，你不吃辣椒吃肉吗？口口弹。啥啥？口口弹。中吧？不辣吧？不辣不辣。成年。好朋友不包好朋友。你都啃了，你这大肠你不吃大肠？猪蹄子啃的，猪蹄子啃的，猪蹄子啃过，这吃这吗？
老子弄到了，吃了。慢点。要不是老了。今天不是老了。一出来吃饭都猛插嘴。吃饭原因那不到了呀？你吃吧，吃嘛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你怎么没有啊？再吃三斤肉。您这是不是都没有吃过羊肠？羊肠咱这都没有。羊肠嘛，你知道羊肠它属于现在一种。动手术，用羊肠当馅嘛？那人接了啊，那用那羊肠，搁那对接的嘛，搁那。说好，你吃啊，我把人接啊。啊啊，走。那那那，给那个家是这边这边这边，光光在倒着吃。叫一盆吃就妥了。一盆不抢够，光这俩小伙都够一盆。走了，想一盆一盆都下来妥了。要往这边上挪了，别搁这里跑，妥了。我都吃饱了。这回面炒的好吃啊。好吃什么？你倒了上了吗？吃点洋葱。俺这最具有特色的面食就是烩面，河南烩面。这都是炒烩面。菜一样吗？这烩面起源于啥时候啊？我吃完了。吃啥？吃啥？吃啥？吃不中。吃不中。就是，不是。就是吃不饱，睡不着。俺爸说的。叫我中午多吃点儿，然后晚上少吃点儿。我晚上他那儿就做点稀饭，我一喝，我半夜不中，稀饭也不中。吃饺馍吧，我感觉还能睡着。吃饺馍，我也吃多了吧，俺爹还少。爹老馍，你馍老多。他老想他馍那馍，馍他今天就不改两盆。吃了四个馍馍，喝了瓶啤酒，就这。你回家，你爸不叫你吃饭，你隔两天了，搁家里头了，你说。呀，他还都不叫我吃，也老是晚上了，俺妈不是煮点那个大骨头。下了。我说你给我来引诱。引诱什么牛？他都在喊，亚堂，来吧，啃骨头吧。啃骨头。啊。怎么啃骨头？怎么啃？那要是俺爸跟我一块儿了，他啃着骨头了，我坐那也啃着。也随便给你吃了啊，咱也不说你，他不吃他哥哥说你了是吧？他也不说，光怕怕弄啥了？他要吃了，我坐那我也吃。你怎么说他？你怎么怕怕？你又不，你要我年轻人正吃的，少吃那多。哎，你怎么拿出来？